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老师，我想安装一台跟绝伟中正老师相同的，不用吃饭进食，没有饥饿感，还能增加力量，永久供能，可以一劳永逸的外星能量供应系统。我看到一张那个像理发店那个斜斜的啊，又出现了啊，斜斜的，那呢就是相当于就你躺上去了啊，然后那个。把你那个额头这边，哎，我到目前为止都是按在这个位置啊，就放在那边，电机就上去了啊，已经接好了啊。哎，接好了以后呢，哎，然后要仪表检一下那个电有没有送下来啊，一检啊，电送下来了啊。哎，再接下来要检那个相当于电表啊，你用了一个电度表，它有度数啊，如果你度数没增加的话，就表示没在运作啊。哎，已经数字出来了。数字出来了啊，你账好了啊，就这么简单，账好了啊。然后你喝水要喝的啊，喝水喝的。哎，喝水要喝的，因为我目前我也喝水的啊，哎，其他就没事了啊，我就今天就不同意度量了，先账好了就是安心一点，大家哎。